咁咧，開始未㗎？咁今日咧，歡迎大家嚟到Mia 教主中。咁嚟到呢個 BBQ 咧，有啲咩素食係啱素食者嘅咧？咁我哋可以準備啲茄子啦，仲有呢啲番茄啊，仲有呢啲係金菇菜。咁其實咧，其實都好簡單，即係最緊要咧係準備三寶啦，椒鹽啦，蒜蓉啦，仲有啲牛油，但我今日冇帶牛油，所以就 skip 咗佢啦。其實都唔使嘅，牛油都幾肥下。咁平時啲茄子咧可以一分為二。其實咧，可以將佢就咁擺落去嗰啲爐嗰度咧，成條擺落去煨佢嘅。咁佢煨到熟嘅時候咧，咁佢就佢入邊就淋曬嘅。淋曬嘅時候咧，你一切開佢，一抹開佢咧，咁就可以擺啲蒜蓉啊、牛油啊、椒鹽啊，咁就會味。咁呢啲咧就點樣咧？解開佢可以。就可以擺啲蒜蓉。茄子有兩個做法啦，你可以成條擺落去煨咗先又得，又可以揾個石子包住佢嚟煨又得。今日咧就準備咗啲石子啦。是非常之緊要的，那就十秒了。如果你們有煨過番薯，其實都是一樣的，就這樣放下去爐那裡煨就搞定了。這個製成品就搞定了。我們現在可以望一望金菇菜啊。系啦，我哋将啲金菇啊摆晒落啊，可以渗啲椒盐。如果呢个时候如果有牛油咧，咁就可以做呢个牛油金菇。但今日冇，所以亦都可以攞蒜蓉。其实好简单，乜都系呢个蒜蓉，仲有啲椒盐。包嗰陣時候記住嗰條邊咧要得好，咁呢個金菇菜又搞完。最後咧，原來咧番茄都可以 BBQ 喎，係非常之好味嘅。番茄我哋可以切咗個邊先，可以蓋佢，中間可以隔幾下。如果想健康啲咧，係可以完全唔需要加任何嘅調味料，就咁冚蓋包石子。但係你哋亦都可以咧，又係淋啲油。咁翻個蓋佢，咁咪搞唔曬。呢個啲素菜類就咁搞掂啦。呢邊呢邊。
我而家呢边呢边，呢个呢度边啊？呢个嚟一张啦，呢个补多张呢度。哦，呢个咩啊？唔知用咩话嚟估？中间，补多张添，唔该。Thank you. 中间，中间，呢边中间。